是血压不高，血糖不高，这石膏的都没有。吃点，比如说姜丝儿啊，姜丝儿肉炒肉，尖椒炒炒大肠啊。哎，我这都得意啊。完了，你吃个熏鸡了，扒鸭了、哎。我儿子还知道我这个性格啊，我儿子都神样啊。前些日子这还有的扒狗膀子烧鸡啊。那个德州花鸭啊，这还不有点鹌鹑啊，都是我喝酒的菜。真不是像那个不都是茶啊啊，养生啊，它对于它一点用都没起作用啊，它不起那个作用，它不管那事啊，它管啥？啥好吃它吃啥，啥好吃吃啥、嗯、啊？也不说什么清淡的，不讲那个，不讲多吃啊，不是大吃大喝啊，不缺营养，不缺营养。这是对的啊，从小都馋，小那时候馋呢、啊、在有事说上 啊真办不到啊、嗯、三天两天都吃不上一顿饭。60年你们都没干这摊了现在条件允许了，我还何必放过呢？对你说你说吃的真挺好，我见着我们是老两口子啊，但是血压不高，血糖不高，这石膏的都没有。排骨你看好饭、啊、哎呦我的妈、啊、我还专买排骨尖啊，我这一冬天这是好几箱子排骨尖，30斤一箱，就我们俩啊。怎么说这个嘞？吃了排骨等于吃钙片儿哦，牙嚼那个还白给，有意思。我估计这还准备吃10年8年，有意思有意思。哦，你喜欢吃排骨？哎，买那排骨尖，主要是排骨底下是那个。带一嘎的骨头，剩余的都是脆骨。哦，那个脆骨带肉。哦，买那个好的。哎，那的还既有便宜，吃了对老年人还有好处。哦，长钙。哦，哎，这长学问了，绝对是。哦，一句瞎话没有。他吃我也吃，我们俩基本没啥毛病。没忌口，反而身体好。所以说我这一看，我说大哥这个貌相真是红光满面的，还。这红光不就别怪啊、从家来刚喝的酒哦，爱喝酒，一顿半两个酒哦，一顿一天三遍啊，一顿半两啊，就少就这点酒呢，好等对付点菜啊，每天吃稀粥，再酒这个喝不进去，喝不进去，都不想打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管他咋地呢。我吃完了肚了，完了喝完米汤就完事了，这就解决问题。哎呀，掌声，谢谢。